前啊，天天都离不开了一个字，那就是苦啊。是啊，人世间啊，苦再富有的人生还是呢有苦，唯有呢觉悟人要把一切都看透了，想通了，了解了，哪怕是有苦来，他能自我解说，他都很清楚理解，他不把它当成苦，苦从心里把它消除掉，因为他是知道，不是不感觉苦，是把它排斥掉。感觉跟排斥是两回事，因为知道了，这是自然法则啊。就如我们在这样的生活中，现在的我们大家的感受好热哦，太阳很大呀，晒得很受不了，感受是一样啊。所以佛陀来人间啊，所说的就是你也能感受到，我也能感受到，这样的天地人间普遍都能感受到的。所以呢，佛陀就说苦啊，是啊，这个苦是人人感受得到的。那看到干旱呐，这是我很担心的一桩事，因为呢，干旱不是只说多一个国家干旱而已，现在呢，整个地球干的景象越来越普遍了。一旦干了，就是大地生机就会衰退。看到了那一片干旱的土地，干到了干裂掉，他们要滴水都难哦。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无奈啊，快意，那来怎样干的？我们是多么有。所以呢，餐餐呐、啊，吃饭之前要先感恩呐、啊，合掌感恩呐、啊，感恩量必来赐。到底这碗饭的米啦、啊，是对多未来？这碗白苍苍的米呀、啊？是也未成为白米的以前，是什么款的切啊？什么款的稻啊？什么款的黄啊？那如何大地，如何水来养殖土地？不种多少农夫耕耘？农夫呢？要用多少器械？农夫在太阳底下要晒了多少太阳？过去是牛耕，牛
耕那多辛苦啊，老了得杀，供应人吃。所以啊，人呐、啊，这一念心啊，都是很愚蠢。他供应给你生活，养你活命，结果他还要被杀流血，他的肉呢还要被多切冻，被滚水滚，那、啊、送进了你的口中，这就是人的愚蠢。这样的轮转呐、啊，轮回，想一想，人生造业，这都是业，开口动舌，无不都是业。地球上啊，亚马逊林，哦，那就是一大片呐、啊。地球上很大的树林，它可以调和啦，这样的季节气候。可是呢，人类啦，越来人口越多，贪欲越来越大，所需要的养殖业就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些反刍动物，他们会排非常多的甲烷，甲烷的温室气体效应哦，现在以前说二十几倍，现在算七十几倍，因为它你要算那个在空气中存留的时间，所以素食就影响很大。一年一天开始嘛，对吧？啊，不过你会变成一个月一天啊，吼，啊来一礼拜一天啊，吼，啊来一日一顿啊，吼，啊一日三顿安尼吼。啊，你迄个较有可能，就超过一个养猪户也不会少养一头猪吧？当一个树木到某一个程度以后，畜牧业吼，他感受到他就会去改变。你不要说啊，你无可能，无可能，你若无做，无可能哦，你若有做，较有可能。所以我们现在如何可以尽一份心力？我们无法。做到了真正的拯救天下的苍生，但是呢，我们赚一个生活赚钱的方式。环境的变迁，哈，有需要人人尽一份责任，好爱地球。这个爱地球当然也要有所行动啊，不能说哇，我嘴巴说我爱。我爱，但是都没有行动，所以说我当下我马上行动，我马上做决定，哦啊就转述了。良知呢一升起，转迷为悟，转呢生机。想一想，多一些人数，那就是少一些动物被杀。这呢，就是养生，这才是呢，放生、养生、爱生。我们爱心，就要爱生物、养生物、放生物。只要我们一念心，不吃。只是呢，一个开口而已。开口，素食。你用心吃它，啊，这个青菜的滋味香啊！芹菜有芹菜，青菜香，硬菜，硬菜。同样都是菜，它也有不同，
应采的旁边，兴采的旁边，芦笋、竹笋、锥笋，它都有不同，很明显不一样的香。青菜呀、啊，水果香啊，五谷杂粮，好丰富哦。我们人呐、啊，要知福，咱爱怎样好，所以我们要惜福啦。